卡卡西还没用过，我们再用卡卡西刷一次图，来看一下卡卡西的刷图，然后咱们就不刷了，好吧，兄弟们。然后咱们今天先就直播到这，到明天再，不是到明天，到晚上，好吧。佐助也不看他了，直接卡卡西吧。卡卡西说实话长得特帅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。我记得我在 QQ 飞车里面，大家知道吧 ？QQ 飞车里面，我记得我就有一套这个卡卡西的这套衣服，不过那个是个非常烂的衣服来的，那是一个点卷衣服，非常烂。打死他了！我去！我去！他挺厉害哈，兄弟。可以哈。一技能是召唤狗，二技能是带火。我有大招了，兄弟，看好了，有大招了。写轮眼，我知道这是啥，兄弟，这是写轮眼，对不对？肯定是啊，我看出来了，兄弟，这是写轮眼。你看他张眼，那家伙一动，那就是写轮眼。佐助也是这招，佐助也是这招，是不是写轮眼？你给他飙！虽然说大招伤害不是太高，但是颜值在这里放着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颜值再来鹰佐，鹰佐，哎呀，鹰佐这个屌毛。我不会玩这个，我还要玩吗，兄弟们？再玩就给我估计就干懵了就。来。